些他还不知道。这个人家国检的就是管他材料，是什么材料？对对对对。啊，他这个材料国检的证书不应该这么开呀，不太严谨那个，因为他这个国检这种地矿检测的话，他检测是，比如说他检测这个东西，他不写和田玉，他是写透闪石，透闪石的这个成分。国检他应该检测这是什么石头？你比如说玉，一般是蛇纹石或者是透闪石，对。对对对，它检测应该是透闪石，这是国检应该得检测的。这个底下是康熙御制款，对对对，这个款子肯定不是康熙御制，这个是后做的。这件东西不错啊，做的也不错，但是这个不是康熙的，康熙的玉器上没有这种款，康熙的那个玉器上的款啊很糙，手写款那种的，哎对，这种款子做不出来，乾隆以后才有的这种款子。但是那个款子哈，那个是那个琢出来那个痕迹哈，跟这个完全不一样。这是电脑雕的了，这不是人工干的活了。